这是咱要请李信仁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听的目屎，予人格外注”。牧师列位兄弟，大家平安，啊，非常欢喜啊！一礼拜前的台的时阵，我拄啊伫啊，就这样教会场地伫遐奉立牧师啊受任。啊，即卖嘛是继续伫总会的青年事工行大专事工担任干事。嘛，感谢咱教会，顶礼拜特别将咱的一家的聚会，刷所在到伫这间教会。啊，所以进前就是牧师喊我联络的时阵，希望讲我奉牧了后的第一个主日，会使来到咱的教会做伙分享。通讲到通过圣经上帝的话，咱互相来勉励。这对于我来讲嘛，是一个真有意义的代志。因为大家伫台湾公益行动教会，包括电牧师，包括咱的这个中职会友，大家拢甲我当作是，我家己嘛有定义讲，这间教会就是打破围墙，亲像咱拄则所见的和睦，大家伫。主内底无分，你是对什么款的性别、阶级、族群，还是你是什么款教会背景、宗教，互相伫遮拢是真多咱教会的会友，所以伫遮三个有分，我嘛非常的欢喜，伫遮会使其实我穿这束感觉袂啥会惯习。总是伫这个没关系的内底，嘛是感觉这是一个上帝特别的一个互我去服侍一个机会嘛。嘛感谢上帝会使互我伫遮，特别伫奉立牧师了的第一个主日，向大家做伙伫遮敬拜上帝，这是非常欢喜的代志。咱同心来祈祷，通过听甲受苦。真做五万几何的主上帝，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来到阮的中间，通过耶稣基督得正肉体的痛甲目屎，嘛，互人各话看到五万得到快乐，得到福音的这款的真实的疼痛的内面，互阮的教会而且宣扬主你的名，嘛，互台湾公益行动教会通过。进入到人群的当中，人群的中间，而主基督你的宽恕，真多听甲五万的记号的这款的实践和活表的时阵，恳求主你赐福。啊，通过主你的话语，圣经上帝的话，来引导我每一个人，而主你的宽恕，三听和睦，打破围墙，荣耀主。你的阳光，我的祈祷拢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其实是真特别的一个主日，伫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主日的内底，特别伫十一月第一个主日，请大家记得这是甚物款的主日，叫做性别公义的主日。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十二月第一个主日是甚物会？关怀爱主的主日。但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别伫性别公义的主日的内底，其实咱会当卖通过圣经真多，咱伫性别也是看待代志的时阵，会当打破围墙来想代志。其实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即内底出现几个角色，会使看到讲得名的人。其中其实迄个时阵的名应该无有可能予记落来，总是圣经的读者，特别约翰的读者，将这个故事记落来的时阵，有出现两个人。咱看三十二节是什么人呢？玛利亚到耶稣遐，这个玛利亚是什么人？若是有机会看到十一章的第一节，这个玛利亚是什么会呢？就是迄个掠杀路的什么会？诶，姊妹啊，即济啦！
啊，这个玛利亚是谁？就是捌用香油抹住，用伊的头毛，头毛擦耶稣的脚。这代表什么货？对圣经的读者来看的时阵，亲近耶稣的人，特地把名记落来，迄个时阵是有福了，受拜贴，还是无落名的大部分女性，总是圣经的读者将这个记落来的时阵，清楚记载伊的行为，佮伊主动亲近耶稣的时阵，迄是真勇敢的行为。甚至伊是甚物货？伊是这边啊内底。伊的四颗位啊，拢是甚物货？犹太人啊，犹太人迄阵的甚物货？阶级，还是甲女性、甲囡仔看作是甚物货？有一款看作伊家己的财产，还是讲伫犹太人的社会，迄阵是父权，还是讲迄个父权男性做中心的社会内底，圣经的读者把甲这个代志。甲记落来，甚至耶稣是甚物货？咱看了三十二节，玛利亚主动到耶稣遐，看到伊趴落伫伊的脚前。重要的是甚物货？是这位女性认耶稣做主，甚至伊称呼是甚物货？伊称耶稣是咱注意看32节，伊称耶稣是主啊。你若有伫遐，我会小弟就会是伊称耶稣是主，这是甚物货？这是足正直的名呢。Curious， 迄阵乌白叫主是会死呢？是安怎？迄阵的主是甚物人？迄阵当是罗马社会的领导阶层，也是皇帝，还当叫主。但是伊认出耶稣是主。即个玛利亚这位女性的眼光超越迄个时阵的父权社会，认耶稣做主，这是甚物货？有人讲玛利亚的这款的称呼，也是讲约翰的手中，伊的度假内底所写的，这大概是第一代的神学家所重要的信仰告别，甚至伊认耶稣是甚物货？耶稣是予人有生命，若是耶稣来到因的中间。这个破病的垃圾路都未死，这是非常伟大的代志。这是甚物货？其实约翰读约翰的时阵，人讲伫四本福音册内底前三本人感觉讲观点较类似啦，哦，马太、马可、路加类似。但是约翰用另外一款的眼光去写耶稣的时阵，加注释耶稣的情绪。啊，是迄个时阵较有即款呢？人讲伫性别来看的时阵呢，女性的有那流目屎，咱看到35节，耶稣流目屎，咱看36节，耶稣的疼是偌大？你看，伊遐尼疼伊，总是有一个对比。即个犹太人，甲耶稣用一个名，就是伊。但是注意，玛利亚讲耶稣是主，犹太人应当是上知影什么货是真正的主。但是因看到耶稣的疼的时阵，才知影这是一个人，无唔对，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玛利亚认出耶稣是主的时阵，这是什么货？特别的信仰眼光，甚至约翰将这个人讲一句话，这个人应当是不合的任何的。文件在迄个社会，女性未互人记的时阵，约翰竟然甲记落去。所以其实约翰，咱读这的时阵，你会感觉约翰其实真进步的一个人，是安怎？伊突破迄个什么货？性别的迄阵的意识的界限。玛利亚嘛是真有神学眼光的人，伊看到耶稣是主，看到耶稣互人有生命。所以伫遮会使安尼来肯定的时阵，重新来解读约翰福音的时阵，你会发觉到一个代志。伊开始呢，予咱看到另外一个圣经的处境化的原貌的时阵是甚物货？伊甲咱讲是安怎？性别的这个代志的顶头互相安怎尊重，甚至认耶稣做主的是甚物货？是迄个时阵受压迫，予人摆脱的女性，毋是遐犹太人。但是遮犹太人嘛，认出耶稣这个人是有疼，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
但是伊是有，伊嘛是神，伊是主。伫遮，咱看到这个代志的时阵，咱嘛看耶稣迄个柔软流目屎，所以耶稣是充满什么话？有感情的流目屎，伊毋是拒绝人伫三天地外无即款的情绪，伊是进入到即个环境的中间，伊看到伊所疼的人死亡，伊会流目屎。伊今仔日嘛是咧陪咱做伙咧流目屎的时阵，伊嘛看到讲，伫咱的性命内底，共款有点血，甚至伊用即个死去的什么血，掠杀落即个人要做一个。要看见上帝阳光的记号，咱看迄、那个死去的人的阿姊妈，带咱看39章，耶稣命令讲，把迄块石刷开。死去迄个人的阿姊妈，带甲耶稣讲，主啊，伊是死去啊，死日啊，已经臭啊。耶稣甲伊讲，我兼无甲你讲，你若信会看见上帝的阳光。上帝的眼光是甚物货？上帝的眼光是通过这个神，但这个神也是对希腊文内底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层是人的相信，但人的相信爱有甚物货基础？其实伊这个神 ，pistis， 也是讲 pistel 的这字是啥物？伊讲是人的神，但是第较层关层的意思是甚物货？耶稣的甚物货？耶稣的信心，再来是甚物话？有信心的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是甚物话？诚信、诚信、诚信。起坐伫耶稣的甚物话？听甲受苦，定是坐内面。咱的相信，不是讲咱胡白乱信，是耶稣的信心，更加上耶稣伫十字架顶替咱死，个我诶，即款的力量通过上帝赐伊的独生圣子来到咱的中间，即个是甚物货？无变的信心，无变的诚信。所以咱的信是有基础。所以伫即个你若信，其实是服伊即个马代搁一遍得到甚物货？激励啦，嘛是一款生命的提醒。其实耶稣其实另外一个代志，伊会使完全拒绝这个什么话？这个马代这个女性，就是伊会使完全卖插伊，伊嘛唔免去插玛利亚，是安怎呢？迄个时阵啊，照耶稣伊伫迄个富贵的社会的中间，伊唔免做这款代志。伊讲啊，即安尼讲较歹势者，讲亲像台湾的查甫人定来讲，啊，这查甫人嘛，啊，恁这查甫人的代志啊，无耶稣甲伊讲是安怎哦？耶稣命令甲迄块石刷开呢，甲这个马代讲呢，嘛无讲你查甫人卖安怎，甚至真慎重做一个什么会，搁一遍将这个马代。耶稣用一款的教导，也是予伊的了解，是讲是要做甚物事。你若是会看见上帝的眼光，耶稣无伫迄个社会内底，富贵的社会认为女性无地位，无通看上帝的眼光的，共款开讲，你若是你当看见上帝的眼光。其实这段圣经用性别公义的眼光来看，你会发觉到一个代志。你若是你在看到上帝阳光的时阵，特别伫咱即卖即个要去投票，咱即卖有一挂公道嘛。要看见上帝阳光，其实对耶稣来看的时阵，就是迄个信，迄、那个信我拄好讲的，相信耶稣的信心，相信。只要有这个时阵，大家拢会看到上帝的阳光。所以啊，风较大的时阵，在咱即卖这个社会面对性别的内面，咱来承认一个代志，这嘛是基本啦。除了男女以外，咱的性别有一寡的人，伊有真特别上帝赋予的特质，伊可能是有男性，但是伊其实是伊认同伊家己是真柔性的女性的一面。也是有跨性别。今仔日我拄则要来的时阵，看到自由时报有一篇的投书，
迄个人叫做吴雄温，吴新恩啊，新是一个迄个康乃馨的馨，稳定的稳。这个人是啥物货？伊是一个跨性别的人。啊，伊咧讲一个代志，伊咧讲，迄个单机麦有一天吼，唔知安怎是安怎，就是有一个张合伊穿裙出来。其实是安怎呢？是单机麦要选市长，伊肯定讲咱这个社会内底有真济款，伫这个性别内底的处境无同款的人，咱来去和高雄争做一个什么会？多元、互相尊重、人权的城市。总是呢，伊做这个行为所好，韩国的一只鱼啊，提起讲这个人就是什么会？要用所谓爱加公道的这款力量，讲这个人就是支持同性恋，所以也爱人公道。啊，讲这个话的人会去附和，会去呼应这个话的人，哎，大部分是啥？嫉妒呢？所以这个吴雄温看到这个代志，伊感觉真难过啦。所以写一篇投书，重新去讲这个代志，希望咱的社会得去输。包容接纳，搁来互相尊重的社会。这互相尊重是甚物货？尤其伫今年内底，咱看到有一个运动，这个是甚物货？就是咱的社会内底有真济人受到性，就是讲侵害、性骚扰，甚至伫一寡的场合内底。伊受安尼诶侵害的时阵，伊唔敢讲，唔敢讲的时阵，甚至要讲的时阵，就甲你消音，也是讲，伫一个伊心内就有一个痛，这个痛无法度得到医治。咱来互相尊重，所以伫今年这个议题，变作咱大家特别伫教会内底爱重新反省，甚至对韩国。韩国的这个教会界内底，其实副官，就是虽然伊会当予女性服务，但是女性有时啊伫教会的服侍内底，伊永远拢无法度伫翕到啥物会领导的阶层。啊，是伫教会内底，伫韩国的内底，嘛发生讲有神职人员对伫会友啊是啥物会，伫这款的性。也是性骚扰的行为，天主教会内底，后来伫今年大概前几个月，香港的教会主动去做一个分析的调查的报告，咧讲这个代志。同款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开始嘛咧反省这个代志的时阵，当着某一款主动的溃烂，伫咱的迄、那个教会公布，而且提醒大家。真认真来看，伫性别事工的委员会内底事工的计划，伫第几版的第16、17版，真清楚，甲咱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性别公义行到底。佮咱教会内底会友人数的内底，男性女性的比率，以及真特别的是讲咱。全台湾的中值，比如讲全台湾长老11,337人，女性4,603人，占比例41%；男性6,734人，占比例59%。这款的做一个调查，这个迄个时阵，这份的调查我过去伫检察中心的时阵，总会检察中心常常就爱做这个统计。但是呢，咱有一个叫做修复式正义伫教会内底性骚扰案件的应用，有社工的观点，这对咱的教会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挑战。讲坦白的，真侪人迄个时阵开始呢，为着咧反省教会内底是安怎，唔敢讲这个代志的时阵，当开始要讲的时阵，包括我家己受到足大压力。我捌去开过这会的时阵，就牧师调整我讲：，恁若是伫教会内底定这个条例，啊，以后若是讲牧师行，比如讲我男性的牧师行女性的服务，
的会友阿秋，结果伊甲我告性骚扰，我这边安怎？哦，听讲人会乌白过，但是这个物件怎啊变作讲？这是什么会？这是小夸什么会？危言耸听是安怎？这其实这是要鼓励教会你爱成立，伫中会内底你爱有一个小组专门去处理这个代志，会使互相去，不管是被指控的，还是受害的，拢有话通好讲的时阵，伫信用的内面，咱互相去实践这个公义，就亲像我今日所指的这个故事内底，其实耶稣是安怎？耶稣伫迄个社会内底，伊无拒绝讲这个女性的会友来到伊的姊妹，伊的艰苦来到伊的面前，总是伊嘛是用一个平等对待的方式去怜悯因的艰苦和接纳因所要对耶稣做的代志。但是另外一点非常重要是讲，耶稣的迄个溃烂，予咱看到讲，耶稣大声话讲，垃圾路出来。第七内底是安怎？是耶稣要予咱讲一个代志，伊是完全的神，但是伊嘛是有血有目屎的人。过来，咱看第44章内底，耶稣甲迄个手、脚手拢予迄个织布包掉的，即个本来死去垃圾路甲讲讲，甲伊偷开予伊行，这是啥物？这是一个对死搁活的什么话？生命的偷棒，伊无搁受这个死亡，也是讲予人看，甚至马代认为讲因小弟囥的这个梦内底已经死干，已经臭啊，已经烂。但是耶稣通过耶稣基督，予伊有搁活，得到偷棒的快乐，这是什么话？这就是咱公益行动教会，也是啊，我的老师共同的老师林德福教授，那亲像安尼，本来人看作死的，总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人的行动，通过耶稣基督的帮助，从这个十步将面包巾拢摕掉的时阵，伊正做真实的人，重新有活命的人，伊偷开，互伊行，伊会当行一条属于伊生命家己的路，伊本来已经是死亡。我相信有安尼溃烂伫咱的生命内底，嘛伫咱的社会内底，即个伫社会内底，嘛有一群人嘛，亲像予人看作是当作伊死去的垃圾路，总是耶稣通，伊无因为安尼用人的目睭来看，伊是伫昏伫梦内底，已经啥物货，囥死工休难的人。但是耶稣的这个超越的力量，通过上帝恩典，通过伊的祈祷，和什么会，和伊会当勇敢走出来，这是个我的困难。我相信这块的困难，嘛伫咱的生命内底，嘛伫咱的教会内底。所以伫这段圣经内底，咱看到约翰真特殊的眼光，因为这段圣经伫其他四本福音三本福音内底拢无记载，到约翰伊特别的记载。将女性的名讲出来，将这个女性对着小弟的关心讲出来，耶稣嘛，让这个女性在迄个时阵的社会受排斥，伊的名记了。以外，嘛将真重要的这个要予人看去眼光，耶稣的名，伊是主的这款的信仰告别拢讲出来。其实某一方面，予人看作死人。嘛是一款边缘化的摆脱，但是死人对死人中个我重新什么会，掏开伊束的束缚，伊会当勇敢向前行。女性的名，予人记出来的时阵，咱嘛看到讲，某一方面，伫约翰伊的内底嘛，通甲咱讲讲，伫上帝眼光是什么会，无分性别，无分。什么会？甚至连死人拢会当割我的时阵，拢会当成做上帝荣耀的记号的时阵。啊，咱人，咱的教会咧，其实咱的教会是毋是常常拢会去分析我的什么？啊，你是分内外，分性别各方面，特别伫咱这个社会。我想今年的选举，予咱的社会搁一遍
其实我一直来讲，无管是甚物款，的立场总是即马，咱有遮个公道，其实咱会使伫一个较好的平，一个民主的共同的平台内底互相去了解。啊，比如讲咱昨下下晡我就看迄个民事啊，哦，有针对几个案，哦，有迄、那个。有人提出讲啊，咱的迄个什么教材内底，也是讲啊，咱的婚姻内底啊，同性婚姻哦，正面反面的人共同什么会，会使辩论讨论啦。但是另外辩论讨论的时阵，爱会记你一个代志，不管什么立场，你咧讲的时阵，爱什么会，爱有凭有据，袂使胡白乱讲啦。即马较麻烦的是。有的代志，有康无顺的胡白乱讲，所以大概三天前教育部长家己跳出来讲，搁发函，甚至我伫总会内底嘛接到迄函，意思是讲啥物货？教育部的啥物性别教育的内容内底，就毋是像某一挂人咧宣传讲，加一挂哦，因咧讲啥物人兽交安怎啊等等，啊是因甲某一挂内容全放大落去，无看全部，即变做啥物货？即变假新闻，即真严重。有一个朋友，伊是伫政府机关咧，是伊家己敲电话给我，伊感觉一个代志，伊甲我分享，伊写来，之前敲电话，后来伊写来，伊讲，啥物教会界对即挂的物件？可能立场无同款，但是伊宣传的做法，亲像咧放假新闻，这伫恁的信用的内底，讲有甚物款的管道去讨论一下安尼。我甲讲，我怎啊甲回应讲真实的，即我嘛咧反省，因为面对遮个人，咱有时啊，咱当会当去加另外回应，但是你讲要加甲班啊，还是改规等等的。迄改规了的时阵，选举可能唔知选一堆啊啦，就选举就已经拢进行到遮，同款的代志，唔是即个时阵发生，伫较早发生，咱看到讲40、50、40、60来探玛利亚的犹太人，有真侪人看到耶稣所做的就信伊，哎，遮个人看到耶稣伊相信，但是呢？有一挂人去找法利赛派的人，甲因报告耶稣所做的代志，这是啥物货？这后来你看的时阵，就是因为因去报告耶稣所讲的耶稣的红抹乌，就讲伊啥物啥物顶顶顶，耶稣为着去定时个呢。所以一项好的代志，耶稣给一个人对世人中讲话，这好的代志，两项效果，有犹太人看到神伊改变。伊的信什么会？就亲像耶稣甲马太讲的，你会当看到上帝荣光啦。但是有人明明看到迄，哎，这是真实的代志啊！伊颠倒走去甲法利赛人讲，即个当官者开始甲耶稣抹黑的时阵，耶稣怎啊什么会？定时就死的。所以迄个时阵嘛有假新闻啊，本来好的消息，本来是有稳定的代志，怎变做什么会？耶稣什么会死亡的指控？耶稣和迄个时阵的人定罪来源，同款咱的社会、咱的教会，搞这款代志。其实咱相信有比有公，好，和咱的社会行一条较民主的路。所以，这几年政府的转型正义，也是要做一寡人权的突破的时阵。也是包含讲对无同款性别的人，性别出向的人，予因搁较侪空间咧，会使伫咱的社会受尊重、受徛起的时阵，竟然出现伫咱的教会界内底的一挂宣传，无你着讲一挂较真实的代志，但是怎甲这个代志变作抹黑，甚至变假新闻，甚至变作选举内底受利用，家己拢唔知影。所以今仔日这段圣经，予咱一个真大的提醒。这个提醒第一点，咱学习耶稣对这个人、对社会、对伊身躯边的人是有血有目屎。耶稣有予人格外的快乐，但是
总是第二点，咱来重新反省，咱是毋是亲像约翰的度假共款，用搁较公开眼光，其实伊无需要记玛利亚和马大的名，总是伊将这记录起来的时阵，那活伫放伫咱的即卖社会处境内底，互咱记这款名的人，会是甚物款的人？第三点，共款的一个信者，有人看了信耶稣。得到上帝的恩光，总是有人提来做假新闻的时阵，在咱的教会，在咱目前的社会，特别佮过无外久咧选举的时阵，同款的代志悠然的发生。所以，伫圣经，特别伫咱台湾公益行动教会的时阵，会当用佮较广阔，也是佮较亲切的信仰的眼光的时阵，咱会使着亲像咱拄只出言俄罗。关联圣主的内底的第三节，俄罗斯圣人爱普及万邦万代，男女贫富，种族无分，地位官阶无论，俄罗基督实际予咱和睦。耶稣会疼甲受苦，耶稣会疼甲目屎予人割我，是耶稣伊本身伫十字架顶会死割我，是要予咱和睦。总是毋忘咱的教会，咱嘛定定。提醒嘛伫基督内底，望咱的教会，台湾的基督教是真做和睦，望的聚合，毋是分别，毋是斗争，毋是战争，毋是思想，毋是危害人权的，向耶稣的真道，行完全无关系的这款的教会，特别伫今仔日。来到家的时阵，伫今仔日，伫十一月的第一主日，的性别公义，的主日的内面，毋忘大家嘛通过教会公布这个资料，就是性别公义委员会，其实今仔日上适合来家分享和讲道，应该是咱的会友林尚美牧师啦。但是我感觉我来吼，嘛有一个意义啦，这意义是啥物？这嘛是对我家己的一个提醒。因为我爱安尼来讲，其实我家己的限制是讲，我嘛是伫一个台湾过去真无性别公义的父权的体系内底所养成的这款人，特别伫教会内底，所以通过有性别公义的安尼的一个提醒的内底，我搁爱搁较注意家己的行为，也是讲伫表达的时阵。爱搁较有互相尊重的性别的概念的言语，就亲像约翰的这个度假，伊无称呼迄个查某人，啊怎改伊的名怎无写？伊是改伊的名玛利亚马代，伊是看作是人，和迄个社会完全无共款，将女性当作工具，即款敢讲重新做一个足大的调整，将迄个名写出来的时阵。这是非常进步，甚至我感觉是有足大信心的感动，较让这款的物件留落来，请大家注意。希望咱的教会，包括我家己，莫惊错一条，和这款的进步，和这款上帝话提醒差伤远的路，至少伫性别公义的主日的内底去思考，讲伫咱的社会内底所存在的压迫，嘛，让这款看，让人看出死的一个。通过耶稣基督的疼甲受苦，重新有一个盼望，一个新的头棒，向一个新的一个机会，甲伊透开，予伊行。咱同心来祈祷。予人少数人有真大的稳定，嘛有疼有目屎。会主上帝，感谢你。我看到你的独生圣子耶稣来到我的中间，一对破病死去的垃圾路，伊有完全的疼，所以伊看到这个流目屎。也感谢你通过约翰福音的读者，予我看到讲，受拜贴也是伫迄个时阵，其实常常袂予人记落来名。的女性，一伟大看到耶稣救主的玛利亚，
也是来到耶稣的身躯边，来希望耶稣来救伊的小弟的马代，这对姊妹的命安尼受留落来的时阵，困流出予阮有一个眼光。特别伫今仔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定性别公义主日的内底，予台湾的社会教会去一遍去思考，免安怎向约翰这个度假来学习，向耶稣的接纳者的女性，也是迄个时阵受拜帖的人同款，予阮的教会社会成做一个互相包容。就亲像耶稣是给予咱和睦的这款的记号，嘛帮咱特别伫今年啊，搁无偌久，搁三礼拜了，十一月二四号的选举的内底，阮除了有选县市长、市议员的投票，阮嘛有一挂议题公投，恳求主帮咱阮特别伫教会内底，你宣传公投可能无同款立场的中间，下面。我的教会常常有时啊讲出无合宜的话，也是有时啊因为种种的立场，可能制造假的消息、假的新闻，让这个社会变作伤痕。恳求主在下面，也通过主你的听，来予我的教会通过宣扬真理、公义、听。来真多，咱到这个社会的祝福，嘛，予阮今年的选举内底，同位主你大关联，予阮看做有一寡无希望的时阵，搁剩三礼拜，予阮看到迄款五万，看到迄款的个我，嘛，予阮看到迄款的真实、自由、平等、新的五万，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